你说数据要一个一个 key 上去，朱姐才看得懂吗？一个一个 key 要花很多时间哎。对，所以才需要你处理啊。其实后台可以直接汇出 Excel 表格。这个表格是朱姐要看的，你觉得是要用她习惯的格式，还是要她来配合你啊？如果这么坚持的话，我也只能配合了。那就麻烦你配合喽，谢谢。哎呦！哎，台北黄，姓庄的怎么啦？没什么啦，就有人把前辈的话当耳边风啊，以后等着吃大亏吧你。哼！我看你是跟很多人装校委嘛？哦，我不是讲说视觉档案要归在这个硬碟里吗？哦，有啊，我有传云端连接给你。啊，庄先生，我是说归档到硬碟，这个硬碟。哦，我想说云端比较方便啊，可以随时存取档案。哇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方便的资讯呢。啊，重点是朱姐不给我们这个方便呢、啊。另外。归档是为了公司方便寻找资料，不是为了个人方便哎。我只是觉得大家可以活得比较现代一点。抱歉，请原谅我们就是一群兵马俑。但是存进去就对了。你明天会议资料弄好了吗？怎么少一份图档？后来外加的那份设计稿呢？谁没印？哪个白痴漏印的？谁白痴就谁漏印的、啊。看我干嘛、啊？我恨昨天确认不了档案呢、欸。朱姐，非常抱歉，我们这边没有确认好，我马上请家人去处理。朱大姐，那个靠腰啊，他又想干嘛？还是先用我的笔电看答案，我现在去补印。不要硬了，这很好。你们给我好好学新人，不要整天浪费我碳粉。明天去客户那边提案，给我好好表现，否则扒你们的皮。这个好用。改好了没啦？你们最好在十分钟内把这档案改好哦。这案子100多万了，你知道吗？苏姐，你别急，妮娜已经在处理了，毕竟是临时加的内容，需要一点时间了。我的话说了怎么连不上？完了，我没带接收器，也不能连蓝牙。哎，公司的破滑鼠竟然没有蓝牙功能，要不带滑鼠快借我？看，滑鼠烂死了。我闭嘴，现在不要吵我啦。一击惊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分工密切。我去买滑鼠。好，我继续赶。我去拖一下时间。你要拖延什么时间啊？你该不要告诉我，我会因为一个滑鼠掉了一个100万的案子吧？啊？那个我有滑鼠。啊？Microsoft Arc 滑鼠可以随身携带，轻轻一折即可启动。人体工学设计，符合行动办公需求。摊平即可轻松收纳或入袋，好轻，好好用。妈的，有滑鼠你就不会早点讲啊！娜姐，这个送给你，淡雅粉的 Microsoft Arc， 颜色亮丽，像你一样，加上外形轻薄时尚，你外出谈案子的时候，绝对可以方便携带。
一豪哥，这个冰雪蓝花束，触感柔软，专为手掌舒适度设计，非常适合设计师的你。哎啊，这两个哎。哦，这两个是给朱姐还有杨哥的。哎呦，头壳坏掉啊！怎么突然洗心革面，要好好做人啊？没有，就杨哥说，做人比做事重要，而且你们两个心眼很小，要特地来讨好你们一下。他说心眼小，你跟朱姐啊。那这台的话是38,000，那麻烦决算汇款是付现。确认一下。有啦，马上帮你卖一台出去了。好，先握一台，先握一台。